夏威夷，在夏威夷，你好，怎么说？不记得了。好的，刚刚呢，就扫了看了一下 ID 和那个 QR code， 然后呢，因为我们不去第二个岛，所以只需要一个 QR code 就可以了。现在去取行李。什么 ？Aloha, amigos。做风扇吗？这个从往下你踩着吗？要扶住。现在咱俩手上的人板子。好。行。你先不是帮我拿一下行不行？好新鲜的三朵。鸡蛋花。
goals are the ghetto population dynamics.今天我们第二天早上在夏威夷，我们就吃了一点儿。菲菲想吃三明治，点了咖啡。因为昨天游泳，然后睡得又晚，就特别累，早上起来特别饿，就这样要出来吃东西。等一下，上面爬下来了。真的耶，
然后我们要走。然后我们 all the way to here, all the way to the waterfall. 好 ，let's go. 嗯。很冷啊！哇！我是个大鱼。啊！你把头发整湿。我肯定会弄湿的。玩的太好玩了，今天一天安排的都特别充实，特别紧凑，然后活动也很多。你来说一说，我们想一想。不是，再重新来、啊。重新来嘛，嗯，好。你把删掉。嗯，重新来了。你给我说一说，就是都有些什么呀？是，就先把这个又删掉。吃吗？哇，现在出现双彩虹了。什么是双彩虹？就两个彩虹。对呀、啊。哦，I'm gonna go to the next one.
So guys, welcome to Queen Kalaban's Lookout. Kalaban is her shortened name. She has an extremely long but beautiful Hawaiian name.特别好吃，加上一点油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做的吗？豆腐。给你也尝一尝。好、哦，谢谢。尝一尝，蘑菇。不想吃啥？为啥？哎，就是不想。这是什么橘子？对。刚刚吃完饭，然后爷爷那个给了一个这个小礼物是什么呀？你看一下。不这么难拿。嗯。不。一个这个，哇，给了你一个金币，快吃嘛！这个硬币，天啊，快吃！不能，这是真真正正的，这是个真真正正的钱，就是硬币。可以，里面是真的钱吗？不是钱，但是是个纪念的东西，不是巧克力。哇，这个是，这是什么呀？看里面还有啥？没有了。嗯，还蛮好啊。就你今天不是在那个珍珠港还想买这个硬币来的吗？嗯，这不就有了吗？嗯，好。
so see if he can last that long. Is he going in? Yeah.